真可爱嘞！但还不给拔牙了，要穿那个米豆子衣服才要拔，对不对？那妈妈先检查。先检查。好。啊。大概点。哎呦，还可以的，可以。嗯。那准备 action 了，姐姐，好了。姐姐来。好，六姐姐，我是玲玲。你是玲玲。是你大子妮。那今天要帮米豆子拔牙了。米豆子拔牙了。先给镜头看哪一颗。哪一颗？一颗。掉下来这一颗了，对不对？嗯。他准备好了吗？培月。我还没有要拔。还没来拔，什么时候拔？什么时候拔？我在准备。准备装呀，啊，准备装。嗯，这样我不敢。可以开心一点的音乐吗？好，我试试看。新年的可以吧？那就周末年好了，来，开心一点的。我想那个。好，剩下。预备开，好听的音乐，可以吗？比较开心的音乐，可以吗？这是米豆子的鞋子。好嘞，那可以拔了。嗯，还没有。来，快点。先用好屁股，用没关系。好。好了。这个但那个强度还行。嗯。妹妹会痛吗？嗯，会痛。粘的好像还有一点紧，对不对？你的牙齿，叮叮。这是你的牙齿，对不对？啊。好了，那现在要做什么？嗯。一起做来，这是爸爸要赢的。翻译一起做。但是鬼灭之刃。翻译一起做。猫咪举肉啦。猫咪举肉是什么？开始了吗？三二一。Action。米豆子。炭治郎。米瑞达。那只麻雀叫什么？九太郎。一只猪。一只猪。我再听一次。猪太郎。只有个那里路有我喜欢。妈妈妈。两只猫。太难了。第一个。蜜蕊没打呀。红莲花。米雷拉达里达。啊？
你以为的哦。猫。猫。猫来的。好，先来一根。啊。呀，来打开，我看一下。等一下呀。第一个字是什么？咪。西。关，不对，不对啊，不是啊。弹钢琴，咪来的，还是另外一种和弦？不是，不是咪来的哈。太难了啦。可以换下一题吗？好吧。我超喜欢过爱的。我最爱的哦，苏慧伦。会不会被打？史莱姆。我最爱的。妹妹啊。看镜头。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不是钢琴呀。我最爱的、哦。我最爱是你啊。他说他看镜头，是不是？滴答答，他最爱看镜头干嘛？喵喵呀，100分。你先写作业给我看来，写作业。不行，作弊。哥。哥呀。跟着我，跟着我。我最喜欢的，爸爸最喜欢的、喔。爸爸最喜欢什么？你可以用笔的吗？苏慧伦。你最喜欢什么？写英文啊？不是英文。GoPro 吧。GoPro 吧，我想是 GoPro 吧。GoPro 哦。GoPro 那算我对吗？好。GoPro 哦。好，再来。迷。哎喂。迷啊。出点我知道的吧。字人字人人啊人这个人要人啊蝴蝶人的人耶、yeah, 我得到最需要的啊妹妹出的题目都不错革命诗人哦那还害我这个题目没我忘记了什么？哥哥我没有哥哥。咪咪。小猫。姐姐。妮妮。你到底小心干嘛？妈妈。因为你要咬着那个不要咬着。鬼灭之刃。贴纸，鬼灭之刃贴纸。好呀。前面鬼灭之刃大家都听得懂啊，贴纸比较难。哦，爸爸这次应该赢了哈、哦，再来。十米。那是主，你应该不知道。什么？我说过什么？玄米。闪一。
什么？那闪电的叫什么名字？闪电是善意、啊、所以不是善意就对了。蝴蝶，蝴蝶，拜托我了。好，我先讲。对对，妈妈先讲吧，但是爸爸要抢快。这好像蝴蝶纹的纹路，对不对？一只猪，一只猪不是吗？一只猪啊，什么？蜘蛛啊，不是一只失败面，失败的面，看不懂。看蜘蛛呀、啊。看蜘蛛啊，猪刚里哦，对对的，一只猪、啊，猪子、啊，倒水，拿起来，你山东人啊，你到哪来的呀、啊？花蜘蛛，学蜘蛛，一只猪，第三个字是猪，是不是？不是。对对对，B 宝贝，我知道。翻开书，打电脑。哦，血管兽，来，那天蜘蛛山。我已经知道那个主题是那天蜘蛛山了，是那天蜘蛛山。不是那天蜘蛛山，不然这个是怎么会有蜘蛛？它不是拉丝线吗？走错了啊、哦！对对对对对，我说错错了的、啊，错错了，快点，先给爸爸拿来，倒口水。现在没有血了哈，对不对？这只就另外这只没血。不行，那两个我的，你的还有五题，快点，想得出来吗？要是这五题都给我，我就给你。想得出来吗？我知道的。我还没豆子。没被拉拉脚。妹妹的最爱哈。对呀、啊，我的最爱。妹妹，你也咬到那个伤口吗？有没有？我知道的东西。鬼灭之刃。刚才出过了、啊。没关系呀、啊。它也不是鬼灭之刃。哦，鬼灭之刃贴纸啊。哦，好。易阳。贴纸。我刚才那个不是贴纸。没关系。我觉得是我猜对。易阳，蛮像的，谁？好，再来，再一个。苍蝇，我现在跟爸爸一样多。贴纸，易友 ，Bibo， 头发，头发，动脑。那我猜对了。什么叫动脑？动脑啊，动脑想想。既然爸爸输了，你要动脑。
米豆子。这样平手哎。我输在那个鬼灭之刃跟贴纸这两题啊，这都是重复题了。好了 ，Andy。妈妈冠军一颗。好，妹妹 Andy。来 ，Andy 来。不要吃。妈咪 Andy 呢？妈咪。Andy 呢？翻译。上学之前，我们连上六点都出现了，那我们下次见吧。顺便记得按下小铃铛，每天晚。好。需要你的米豆子。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喜欢我。喜欢我的白牙。你讲踢得好可爱啊！你要先讲。好来。每天晚上六点，对不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顺便记得订阅我，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我现在听你。好，拜拜。拜拜，说拜拜。你好，哥哥。好，快点，快点，少一个字，不用介意，快点。好，拜拜。其实我想要贴纸。好，你选贴纸啊。妹妹，拜拜。